我们即将去骑脚踏车去哪一个脚踏车？去深澳车站骑到八斗子。但是大家请看，外面已经在下雨了，因为台风要来了。我们真的是之前在网络上预订的票，殊不知今天早上台风才刚行程，但是票已经订了，我们还是去看一看，等一下可不可以骑喽？好，那待会见。 自行车站在这里，我们要自己踩脚踏车喽。准备好了吗？外面又开始下雨了呢，先进来排队。对一下吧，我来帮你报到。两位，来两位帮我伸你们的左手，左手盖个入场手章哦。跟妈妈拍照。 这个是隐形印章，从后面可以看到那个隧道已经亮了。戴上了吗？你要吗？好啊，你帮我用，先帮我装上。哎呀，喷开！你要可以开车子进来。哦，应该是推进来。哦，车子在转方向吗？转到倒退的，然后让车子再进来里面。 手上有照那个紫外线的那个灯，手照一下，这边也要照。好，往前，我们要往前走。优爸要去下一站等我们，因为一台只能坐两个人，对，他要自己开车，下一站等我们，因为我们坐单程的。对，他帮我们订单程。对，我们走，你要坐哪一台？好像也不太能选，就是排到哪一台就哪一台了。 红色后面蓝色的哈，蓝色的，对，粉红色后面蓝色，我们要坐蓝色这一台啊，这一台吗？好，我们现在要上来，好，上来喽，要调位置，可以踩得到吗？可能要前进一点点吧，你看它这样吗？可以是下面这边。好了，那我们等一下要开始踩喽，动哎，开始了吗？还没有动，还没有动，有，有吗？有感觉到动了吗？ 它等一下才会开始开，对对对，这是什么拔步？嗯，哦，那是对对对，就是如果有车干嘛的时候可以拔步一下，对对对。哦，上车在你的把手上哦，小姐，右手。哦，这个可以直接按吗？测试一下哈，OK。哦，可以。出发号，出发喽。好，谢谢。我们开始踩喽。<笑> 好玩吗？好漂亮！你看旁边很美耶，然后妞妞加油，帮忙踩哦。哦，我们要进入隧道了。我们是不是踩太慢了？也不能太快，也不能太快，也不能太快哦。啊，好漂亮哦！有没有很美？好美！哇，好美啊！ 哦，累不累啊？不会。哇，脚有没有酸呢？还没哦。还没。哦，有没有一点点的酸？我们是不是要？ 稍微的，<笑>你老了吗？<笑>你酸不酸？不会啊。不会，累不累？不累啊。超漂亮的呢。对啊。前面变爱心的。对啊，前面会变成爱心。我觉得我们可以把口罩拿起来，因为我们的旁边。
5公尺内没有别人，来可以拉下来，才不会那么的累。你看我们这已经有10公尺了，反正我们骑太慢了。前面的车子跟我们的车子的距离非常的远，对，然后后面也跟我们离5公尺，所以我们已经保持了2倍的安全距离了，所以可以先拿掉口罩没有关系。变爱心啊！变爱心的好美哦，好像那种有没有走到银河隧道里的感觉。而且其实我觉得它隧道里面蛮亮的嘞，对，就是没有很暗哈，很漂亮，然后比想象中要亮一些。LED 灯又要变色了，我脚开始酸嘞，怎么办？那个，我脚开始酸了呢。这么快？对啊，我脚好酸哦，怎么那么酸呢？那你要酸了，我可以一根骑，有捷运感。有捷运感，哇，要转弯哦，酷吧？酷酷酷！哇，好亮啊！然后你看前面有那个，小心慢一点哦，这边大家都变慢了，就是大家好像都停下来拍照的感觉，大家都变慢了呢。妞妞，你可以拍照啊，你可以拍照，你可以拍照。哦，我们的脸变成蓝色，你要帮忙踩啊！你不帮忙踩，我好累哟。那你先踩一下。哎、欸，我们的脸看起来像黑白照片，有吗？哎、欸，我很累，这边是上坡，加油，一起踩，我的脚好酸呐、啊！你怎么那么快就累了？要帮忙一起。那你停看看，我自己踩很暗。好，你自己踩，你看重不重？不会啊。加油！现在妞妞在踩，我没有踩。然后看看妞妞的脚多么的努力啊！需要我帮你了吗？不用哎、欸。其实给我自己一个人玩的，真的吗？哦，我以为前面好美哦，宇宙哎，哇！加油，自己一个慢慢。哇！哎呦，带来怎么有点可怕？都是到站的、啊，哦，还没变绿色的，绿色，因为我们这台车是绿色的，你看，哦，我们的脸，哎，真是下坡，他自己在溜呢，有没有发现？所以有可能需要，就是等一下，如果有必要的话，要刹车。但是好轻松哦，这边。哇，风景好美，你看，哇，我想跳下去，有残呢，有残，哦，那边有水母的灯，你看好可爱。我们现在完全停下来休息了，我好像怕我的手机飞出去。对，我们现在完全停下来休息了，看前面有那个灯，超漂亮的。我在拍，你也在拍哦，很漂亮哦，这边都完全不用踩耶。我们就是只是让他自己滑行，他自己就会滑行，对不对？让他自己滑行就很舒服。是的，对，是的。然后我们的这个车里面的灯是绿色，所以我们看起来是绿色的。超惨耶，这个声音，对，很多惨叫声。对，在旁边好像萤火虫哦，大家有看到那个旁边那个草里面都亮晶晶的，有没有？臭臭的，对，臭臭的草味。哎，前面的停下来了，所以我们也停下来。前面是不是前面已经塞车了？已经到了。哎，还是已经到了？到了吗？旁边有别人家呢，很好玩。但是你看他们家被画成，很可爱啊。有没有？因为我爸今天是在开车，我爸开去哪？感觉我们比较快哈。感觉我们比较快。对啊，我们是不是比牛爸快？有可能。哎。看一下妞妞怎么踩的，需要加快吗？不用不用，你要看一下前面的车子，很远的。他们没到了呢，已经没有了，超快的啦！有人下车了，没有了。这是不是个餐厅啊？对，没有了呢，结束了，一瞬间而已。我觉得好像踩的时间只有大概10分钟吧。15分钟有没有？好像没有到那么久哈。我们已经到了，我们现在要拆那个，拆开来要下车，准备要下车了。好喽，来下车。哦，互拍，我们到了。妞妞现在在帮我们拍，可是她很晃。来，你帮我拿这个。我们现在在走路啊。对，我们在走路。那你觉得好玩吗？好玩啊！好玩啊！快点掉了麦克风。好快哦，一下就结束了。对啊，对啊，下雨，而且下雨了。我们上车咯，妞妞你觉得如何？
累不累？不累。我觉得有点累耶，一开始的时候是上坡，然后后来到一半的时候，就是我们经过那个好像银河那个地方之后，我们几乎都没有踩了，那边就是下坡的，然后我们就是让它自己开，反而是你要调整一下刹车，真正踩的时间我看可能10分钟左右而已吧。如果比较想运动的人，就要从八斗子到深澳，上坡比较多；如果比较想要轻松的人，就深澳到八斗子就好了，因为下坡比较多。我们刚刚是选择下坡比较多，所以后来都没有再踩。深澳的八斗，其实不会很累，还蛮轻松啊，一点点累而已。你还累，我不会。就大家也可以来玩啊，今天就下雨，就比较煞风景一点。不过还好，他车子都是有遮雨的，所以是还好。雨天好像还算是可以玩。因为刚刚我们就是雨天来玩，还 OK。然后我们这一次是做单程的，单程是100，一个人150。如果喜欢今天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哦。还记得订阅我们所有频道，对，按下小铃铛。那些说通知，拜拜，跳跳姐姐，拜拜，拜拜。旁边有人家耶？对啊，旁边有人的家。Hello， 哈哈，冰岛语啊 ，Hello。Hello， 妞妞今天特别嗨哦，很开心哦。哎，你这样上楼上累。哎，稍微刹个车，感觉前面动作有点慢，我们就稍微刹个车累一下。前面在拍照。对对对，前面在拍照，我们就慢慢踩。前面有的踩，前面慢慢。对对，前面我们都没踩耶，你看我们已经好久没踩了。